中和区公所520的周末，在中和福和宫庙城前广场举办童趣贺端午放纵闯关趣端午庆祝活动，现场有即将闯关换粽子，还有手作羊毛毡教学，并且邀请剧团现场表演，要和中和区的民众一起提前庆祝端午节。中和区公所提前在这个礼拜的周末我们来举办一些庆祝的活动。那我们今天庆祝活动包括我们一些舞台的表演，还有我们的闯关送肉粽，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手作的一些课程，还有赠品。那另外我们还有举行这个立蛋的一个活动。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小朋友大朋友都一起来参加。海波儿童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活力满点，还有大型人偶带动现场气氛，区长赠送小礼品，小朋友现场秒杀，舞台活动最吸引小朋友的目光，翻扑克牌比大小，政令宣导即将趣味闯关活动，让大小朋友玩游戏玩得不亦乐乎，老师现场教学羊毛毡制作方式，大朋友动手做也简单。而中和福和宫祖祀神农大帝，恰巧神农大帝诞辰在农历的4月26号，福和宫也正在庙内举办法会，与公所结合举办活动，欢迎民众前往祭祀。农历24号、25号、26号啊，那做法会来拜斗一个哈，对神明来庆祝。那刚好是端午节的前夕哈，我们市公所要举办哈这个端午节的一系列活动。那我们刚好和市公所结合，那也希望啊所有的观众有机会来庙里拜拜，保佑哈，我们全体大家哈阖家平安啊，一切顺利哈。庆祝端午佳节，粽子最应景，兑换处挤满换粽子的人潮，公所办活动，提前让民众感受佳节气氛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